我都好想你哋可以喺學校裏面成為一個小天使。小天使係做咩嘅咧？不如我哋唱下呢首歌好唔好啊？睇下先，預備，起。邁步向前，唱着愛的新歌。迈步向前，唱着爱的新歌，学习真理，去立志成为天使。祝福这世界有着耶稣的爱，他必看顾我，不管风风雨雨。好，你答我啦，做个小天使喺学校里面有啲咩好重要嘅嘢？佢话乜嘢啊？我哋首先要学习真理，喺边度可以揾到真理啊？睇咩可以揾到真理啊？圣经喎，系咪啊？睇圣经，所以我哋要多睇圣经喎。仲记唔记得头先个经文喺边话？约翰几书话？二书啊，系啊，翻去揾圣经啊，系咪啊？约翰二书喎，吓，学习新真理，成为天使。祝福这世界，原来你做一个天使啊，好紧要啊！神俾咗个使命，我哋做呢个天使，可以要我哋祝福呢个世界。点样可以祝福世界呢？喺学校做起好唔好啊？学校做起好唔好啊？我哋翻到学校里面做一个小天使，我哋祝福咗坐你隔篱位嗰个先啦、啊。有冇人坐你隔篱位噶？系咪新朋友嚟噶？今次唔系啊，旧人嚟噶，旧朋友啊？咁我仲容易祝福佢，系咪啊？除非你好憎佢啦，系咪咧？啊，神咧要我哋学习，无论你中唔中意你隔篱位嗰个，你都要祝福佢，知唔知道？你都要祝福佢。我哋要求天父俾我哋力量，冇力量好难做得到，系咪啊？我哋最后唱啊，唔好最后住，我想因为啲时间有限，我要传咗个奉献袋俾大家，我哋而家要奉献先。不过奉献之前，我哋读一读经后边个金句先。因為我哋一陣唱翻呢首歌，你奉獻嘅時候唱呢首歌啊嘛。去後面 PowerPoint 後面嗰個金句，我哋讀金句。好，我哋讀一讀呢個金句先嚇，以幫我哋即係奉獻之前，預備起。各人要按自己的力量，照耶和華你神所賜的福分奉獻禮物。生命記十六章十七節，好，我哋翻返前面首歌，我哋咧全奉獻袋先，係你兩個 ，OK？ 好，乜兩個去曬同一個人嗰度，我哋應該係咪應該要分開兩邊咧？好，我哋嚟咯，再唱咯，可能今次要唱好多次先至可以全曬個奉獻袋喎，預備，起，邁步向前，唱着愛的新歌。已經全曬個奉獻袋，原來哦好啦，我哋咧為奉獻祈禱先。